是在日本东京著名的 NHK 剧场，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2004中日友好歌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由旅日华人歌手蔡国平特别策划的故乡之恋个人演唱会将于10月5号在东京国际会展中心开场。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呢，我从艺术的从事艺术工作呢已经有40年了，然后我又来日本20年，所以我说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点。那我又是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华人，那我觉得我有义务或者说有责任要为中日友好去讴歌，去用我们自己的情感去表达对这个中日友好的期望。所以我觉得我是歌手的话呢，我最好是用舞台用歌声来展示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契机。此次演唱会将特邀日本著名歌手中孝介和中国歌手张行担任嘉宾倾情献唱，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尝试。故乡之恋蔡国平个人演唱会将于10月5号在东京国际会展中心感动开场。